近期国内疫情趋缓，国人开始落实防疫新生活运动，带动出门及旅游的意愿。除了需留意防疫外，维持行动力保健也成为热门讨论的话题。因为现代人啊，因为生活还有饮食习惯的关系，常常会有一些体重过重啊，或者是营养素摄取不均衡的问题。那即便想要运动时候，也会有一些行动力不足啊，或者是灵活度不好的问题。那所以说，我们就可以透过饮食来维持理想的体重了。然后均衡的摄取营养素，补充包含像是我们的维生素 D 啊，或者是钙质。我们也可以透过保健食品来补充，像是玻尿酸或是葡萄糖胺，它也是一种方法。有感于目前国人行动力保健需求，永信药厂研发推出添加玻尿酸的关节保健食品，帮助国人更有效率的营养补充。这款产品的话，它本身是有增加灵活度的葡萄糖胺，那也有稳固的钙质。那除此以外，它还有添加日本专利的玻尿酸跟龟鹿还有神经草，那这些是一个中性合并的效果。因为它是国际的药厂，所以我们不用担心说来源不明啊，或者是标示不清的问题。那我们就是可以补充的更安心还有放心。这款产品的话，它本身是粉末包装的，然后它是一条一条的袋状，那也比较好吞食，那也更好携带。国人夯国旅，除了保持适当社交距离外，搭配良好的生活习惯及营养补充，保持良好行动力，才能玩得尽兴不扫兴。